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宋子儿。今天呢，我的 vlog 主题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乐尔雅零触感的广告拍摄。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忙碌，对吧？就是你看，没事找事干，对，大家都在。今天的主角呢，就是他乐尔雅零触感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换上了一会儿拍摄要穿的裙子，对，我们现在我就可以带大家去拍摄现场去看看了，走吧。小宝，我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带大家来乐尔雅的现场。来，让一下，让我让一下。来了，大家都好忙啊。开机。耶、yeah, 啊好看，我们上去了。然后现在换了一身运动的衣服，然后我们就要出去玩啦。平常我还是正常吃饭的，今天主要是我吃的太晚了，不能看他们吃。文化史的垃圾食品，不要吃。哦，碰到了，碰到了鼻子。平时工作的话呢，就比如说他今天就会排的比较满，然后呢，今天就没有什么的时间去，上卫生间啊，或者是，对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就要随身带着我的两倍吸收力，这样呢就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状态。要不要吃到这个？不要，不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是在我们其中一个拍摄场景之中，然后呢，用我们的 TVC 已经拍完了，所以呢。所以他们两个就疯了，就是我平常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有零触感，所以呢还可以放心的动，然后想穿什么就穿什么。现在是晚上这么点点钟，然后终于可以收工了。然后呢，你们记得一定要参加乐尔雅活力 PK， 为你们的城市打 call。然后呢，我会去优胜的城市和你们见面哦，到时候见。